头儿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把女共党给丢了？我们的任务是抓扎福鼎，扎福鼎现在就在我们手里边。女共党丢了更好，省事儿。他给咱们带多大麻烦啊！没了他，我们能更快的到重庆，完成任务后拿钱走人，对谁都好。现在押送林红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。哎，赵头儿，不是押送扎福鼎是我们的任务吗？ 怎么押送女共党也成任务了？你们一路从苏州追到了九江，真是让我惊讶呀！应该不是为了抓我吧？哼，你说对了，为了你，我们兄弟犯不着这么累。那你们是为了抓于二斗？对，就是于二斗，这小子害得我们龙爷被人打断了腿。我们龙爷说了，抓到他就把他大卸八块。 对，就大卸八块。那你们知道他在什么人手里吗？啊，在谁手里？军统。他们这帮人可是经过特殊训练的，杀人不眨眼，手段高超，枪法精准，就是你们三个也难以敌对他们一个。你吓唬谁呀？对。 你吓唬谁呢？我没有吓唬你们，我就是害怕你们为了抓于二斗，到时候三个人全部送命了。我是为了你们好，所以我劝你们赶快把我放了回苏州吧。老大，听说国民党军统杀人不眨眼，要不算了吧？什么就算了？什么就算了？就老大，其实姑奶奶说的也有道理，要不咱们就回去吧。 军统怎么了？我当年还夹断过水牛的脖子呢。老大，军统不是水牛，他们有这个。我们拿的是烧火棍吗？这不是烧火棍，那他们也打不准吗？这个就是。别说了，军统我就不信他们有三头六臂，把人给我押走。哎，我可提醒你们啊，到时候你们别后悔。别废话，押走。姑奶奶，走吧。 天快黑了，我们要先找一个地方落脚，剩下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不行，今天这事儿必须说清楚。我们拿的是押送扎福鼎那份，没拿押送女共党那份钱。我再重申一次，押送黎红跟扎福鼎是我们的任务，只要有一个人没到重庆，这任务就不算完成。押送女共党也行，另外加钱。嗯，好，这个我同意啊。可以。 钱自然会给你们，等任务完成，我会补偿给你们。行，看在钱的份上，我就相信你，帮你押送女共党。你本乌合之众，跟我们讨价还价？得罪了老娘，我一个一个送你们见阎王。哎，你说谁是乌合之众？说你呢？你再说一遍。说你怎么了？你再说老子一枪崩了你。怎么着？你还避着我呀？好了，我吵什么呀？是，头儿。 我还有件事儿，早想跟你说，可是没机会。我一看，今天不说不行了。说吧。我们从南京一路走来，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我越感觉越不对劲儿。我们的线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这些人里边，是不是有奸细给这个日伪军通风报信呢？老杨啊，你他娘说什么呢？你想窝里斗是吧？啊，好，你说有内鬼。 你有什么依据啊？依据我没有，我就是感觉不对。哪儿不对啊？为什么日伪军严密搜查长江以西的船只？啊，日本手里头还有他的照片呢。在陆地上那就更不用说了。过关卡的时候有林红的画像，只能这么解释。 认识他的人肯定就在此地，他找人画的，可能这个人呢就是严碧球。严碧球一直跟在我们屁股后面，我们的行踪他怎么知道啊？不是，那也不能说明咱们这里有奸细吧？啊？就这么几个人，那谁是奸细啊？再说我掐死你！这再说了。 严碧球手底下那么多特务，啊，说不定他就有内线呢。
岩壁球啊，要的也是扎夫顶和林红，这一路跟过来，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呀。涛，你觉得呢？好了，有休息够了吧？有休息够了，大家上路。哎，上路？去哪儿啊？啊，再这样，往下走可就是坟地了。日伪军说不定说到就到，眼下要紧的是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。出发。怎么？哎，不是，现在不能走啊，林姑娘还没回来呢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走，走，不是。快走！哎呦！严队长，哎呦，什么情况啊？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这边有情况，我就赶来了。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刚才在路下发现那个女共党了，差一步让她给溜了。不是我说你，差一步怎么能让他们溜了呢？都不是自己的兄弟，不好使。这我明白。发现他们就是好事儿。既然你来了，以后你怎么说，哥一切听你的。既然发现他们了，咱们搜索的范围也就小了。明天我亲自带队，你跟着我，咱们再四处盘查一下。是。辛苦了啊。啊，是是。周围我都看过了，应该比较安全。那就在这落脚。好，走。这什么地方？这是我们皮大爷的行宫啊。也暂时只能委屈跟我们一块住。不行，你们三个男的，我一个女的，怎么能一起住呢？我是说，这样太麻烦你们了。我不怕添麻烦，你是我们请来的财神奶奶呀，我们好吃好喝供着你还来不？供着你，供着你。对呀，你用那鱼二斗都跟我们说了，你值10根金条呢啊！我值10根金条啊！对呀，于二斗说的啊，说了，你们还信了？信信了，哼，那你们被骗了啊！哎，老大，这个我不管是不是于二斗骗我，反正你将来对我们肯定有用，请吧。哎，请吧。周头，说说吧，你是不是也怀疑我们这有奸细啊？咱们走到这个地步，是该捋捋头绪了。好，那咱就好好掰扯掰扯。毕竟我们是拿人钱财为人卖命，说清楚了对谁都好。丸子已经死了，现在就剩我和老鹰成了怀疑对象了。我们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出来卖命，哼，弄到这个地步还惹一身麻烦，娘的，这买卖不做我看也可以。这样做也是为了咱们的安危着想。什么什么？咱们都怀疑我们了还咱们呢？哎，反正
我不是你们说的什么奸细啊。不是，你们要真不相信的话，大不了不干了嘛。啊，我拿我该拿的钱走人，也不伺候了。对，老子也不干了。哼，再这么干下去，死了也要当冤死鬼。嗯，一直没有机会对林红下手，这下倒好，林红丢了，杀他的任务又得开始。如果杀不了林红，即使逃走，中统那帮人也不会放过我。不行，得想办法让他们找到林红。只有他们找到了林红，杀林红的任务才能完成。他们没长脑子，你们这些军统的精英也没脑子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林红，而不是在这讨论那些莫须有的事情。很明显，他们现在把命搭在了你们身上，就是为了赚几个钱，不可能是内奸。日本人和岩壁球现在势必要抓到我和林红，要加大抓捕的力度，这很正常。倒是你们这些军统，一出点状况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。谁说不是呢？放着人在那儿，你说不去救他，却在这儿讨论这个讨论那个的。你闭嘴！我说的是实话。詹福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在关键危机时刻不能仅有田鼠和老鹰，否则就没有人帮我了。我相信你们，我跟白丽都相信你们是有江湖道义的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怀疑你们，请不要见怪，也请你们继续完成任务。目前的处境越来越危险，西行之路越来越困难，下一步我该怎么办？如果李红在就好了，他一定会帮我出主意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对一个共产党产生了一种心态？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？貔貅兄弟，嗯，我特别好奇一件事儿，你们想拿我去换于二斗，那你们怎么找到军统，实现你们的交换计划呀？我不也正为这事儿发愁的吗？阿福啊，你说国民党军统会不会带着于二斗已经开溜了？难说。啊，你说岩壁球天天带着那些黄协军到处抓他们，他们不跑，等什么？跑啊！哥，我早跑了。胡说！怎么能说他们跑了呢？他们要跑了，咱们怎么交换呢？所以不能说他们跑了，知道吗？嗯，明白了，明白。行了，你们别费脑筋了。他们是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。你又不是国民党军统的人，你凭什么这么说啊？啊，这么说吧。要是你口袋里有两个金元宝，啊，这个时候你走在路上，你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然后这个真的丢了，只剩下一个假的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找啊！那真的丢了，我当然得找了。那现在军统就是这个道理，他们肯定会到处找我的。那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既然国民党军统的人在找你，那老子在船上可是见过他们的，姓严的不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找着他们就不是问题了。哎，皮爷，高，实在是高。你们都听好了，那国民党军统的人你们都见过，
明天咱们就上街溜达去，只要找到一个，咱就偷偷的跟踪他。啊，找到他的老窝，咱就给他来了一个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。不明白，不明白。谈判呢，咱跟他谈判，咱就说拿真元宝换他的假元宝。哎哎，不对呀，老大，咱们拿真元宝换个假元宝，这不缺心眼吗？这个赔了。你是真傻呀，这女共党不是真元宝吗？那于二斗是假元宝啊，咱们要拿女共产党这个真元宝去换于二斗这个假元宝。哎，不对，咱是拿女共产党这个假元宝换于二斗这个真元宝。对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对了嘛，在咱这儿，于二斗他是真元宝，女共产党是假元宝，咱是拿假的换真的。还是不对，咱是拿真的换假的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没明白。哎呀，你们他娘的不需要明白，你们就要记住拿于二斗换回女共产党员就行了。女共产党在这儿呢。哎，咱们拿女共产党换回于二斗，这回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。你是在想林红吧？不敢承认吧？是，林红丢了，现在下落不明。我知道你在担心她，可你别忘了，她可是女共党。我知道。党国对我多年的栽培，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我。哎呀，毕竟是老情人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念念不忘。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我看你们这次见面，你又想旧情复燃，你心里还有他吧？你别瞎猜行不行？我瞎猜？你一路上对他的心思，我可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周九，你心里都乱了。我的职责跟个人情感不会搅和在一起，事情的轻重我还分得清楚。我看你是分不清楚，你的内心在挣扎。我说过，我个人情感不会带到工作里来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上面派你来是为了让你配合我，不是让你过度干涉。我过度的干涉你？周九，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，我对你的心思你还不明白吗？难道天天见面的一个女人都不如你时隔多年没见的女人吗？在特训班训练的时候，我是他父亲的学生，我们是相处过，但是后来个人境遇不同，所以不是你现在想的那个样子。不是那样又是哪样？你看林红的眼神都是充满爱意的，可你从来没有那样看过我。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？我喜欢你聪明，你有能力，除此之外你心地善良。恰恰就是因为你心地善良，造成了你在军统迟迟不能高升。可是那些能力不如你的人呢，哪一个不比你过得好？哪一个不是升官发财了？可你却因为善良被戴上了红帽子，关进了监狱里。你不要忘了，上峰这次派你执行重要的任务，才把你从监狱里放出来，那是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你不要把你的前途毁于一旦。承蒙上峰厚爱，我定当把握这次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好好把握。可自从你抓了女共党，我就担心你感情用事，失去了这次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我相信你。
我不要你在嘴上谢我，我要让你在实际行动谢我。你冷静点。周九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。白丽，你冷静点。我不，松开！你不要这个样子。你听我说，我们现在危机重重，首先我们要先想好下一步的行动方案，才能度过危机啊。你的任务就是顺利的把扎福鼎带回重庆，他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，你尽快的把他带回去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你是不是还要找林红？我告诉你，林红不在任务范围之内，没有他任务完成的更快。林红是共党，把他带回重庆，说不定可以从他身上得到更多有利的情报，这样不是功上加功吗？功上加功，我看你是存有私心。如果你再一意孤行，耽误了送扎福鼎回重庆的计划，我就向上峰汇报。周九，我们现在已经困难重重了，如果没有他，还能分散敌人对我们的追踪，你要去找他，那不是给我们添更大的麻烦吗？如果林红被日本人或者日伪特务抓到，他们一定会对他严刑逼供我们的下落的。你是心疼吧？我告诉你，周九，我坚决反对找林红。上峰这次派我来，除了为了协助你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监督你。我真的怕你再犯同样的错。我在他们面前帮你说了很多的好话，我一直在袒护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明白你的心思，难为你了。只要为了你好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也知道你决定了的事情，请你不会改变。我能做到的就是提醒你好自为之。明天一早，你们两个到县城打听林红的消息，找到林红再回重庆。就是啊，你说林姑娘万一落到日本人手里或者岩壁球手里，那没个好。一边待着去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不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队长刚交代完的。再说了，林姑娘不见了，你们不着急啊？就是在我们手里，要是压到了重庆，也是死路一条，是吧？这个女共党找不着了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不是我怎么？就不能着急呢？这一路上你说林姑娘对我多关心，对不对？对大家也不挺好的吗？是不是？那自己玩的死的是。行了行了，着急了是吧？你去找啊，我们不拦着。那你们呢？嘿，他娘的还关心我们来了。不是属于那不是探讨吗？大家各抒己见，那不就是分头找机会多一点吗？去，跟谁分头找啊？啊，我们走我们的去重庆，你自己找去，别跟着我们啊。哎，对了，正好你不是跟那个女共党亲过嘴吗？找到她，跟她过日子去吧啊。好了，别闹了，
你们明天到县城去，我到附近的村子看看。白丽就留在这儿，守着扎布顶。随便。那我跟英爷还有鼠爷一起去。还没答应去呢。我也不同意。鱼儿头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呢？你如果不想被特务抓住去坐牢的话，你最好老老实实待着。我不怕坐牢。你不怕坐牢，我们怕。就你那张破脸给我们惹多少麻烦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不是，你以为我愿意长得跟他一样啊？再说你自己长多难看，闭嘴！让你闭嘴呢？说你呢？让你干嘛你就干嘛。你要是敢扯我们后腿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行。先生，好好好，不错啊。县城这么大，一点门都没有，咱去哪儿找啊？你管他呢，你又没答应他一定找得到。再说都已经来县城了，你就不想玩玩？你小子是不是算计好了就来这玩的？装什么呀，你就不想啊？想啊。走吧。大家看一看，阿福啊，你说老大让咱们去找军统的人，你说女共产党在咱们手上，这上哪儿去找去？那也得找啊，到处找呗。那你说，你说军统平时都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。白丽，把鱼儿斗铐上。走。哎，你看着他们俩，我出去一下。随便。看什么看？你们两个给我老实点。兄弟，你带一队人城里盘查，我带一队人城外盘查，绝对不能让……哎，行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，走！哎，这瞎逛了大半天了，一点狗屁情况也没有啊！嗨，能有什么情况？我看还不是瞎折腾。嗯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是吗？是啊，哦，走。什么急呀、啊！一个可疑的人，不像这村里人，进来讨吃的。在什么地方？已经出村了，写的正跟着呢。通知下去，马上带人出发。是。我们把你重新交到军统的手里，你伺机干掉那个林红。好让他把从你那儿知道的消息完全的消失。到了重庆啊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心里应该清楚，我们会保证你的性命无忧。你也知道我们中统说得到做得到。看什么呢？看你那愁眉苦脸的，想什么馊主意呢？你有好主意啊。我也有今天啊，
怎么那么想不开呢？得跟你合作。彼此，如果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儿不能从这丫头片子手里逃出去，这一辈子都白活了。说那些有用吗？虽然是个娘们就一个人，那手里有枪，得动脑子，懂不懂？白小姐，白姑娘，快来呀！喊什么喊？怎么了？那么老长一条蜈蚣跑到裤桶里去了。裤桶里去了？啊！对对对，你看你看。别动！站好了啊！站直了，别动啊！你们俩要干嘛？把枪给我，给我！白小姐。麻烦你帮我把绳子解开。解开？休想！哎，不是，枪在我手里头，你说你还啰嗦什么？站好了，不是你瞅什么瞅？赶紧解开！白小姐，你也看出来了，如果你再不放我们走的话，他的情绪很难控制，我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开枪。你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放我们走！痛快点啊！二刀，开枪！是不是他娘的找死？再给我耍花样，我就毙了你！误会。还能干点什么呀？啊，开保险呢？没告诉我呀。哎，够吗？不够再来一笼。包子嘞，新鲜的肉包子，刚出炉的肉包子。特务上街巡查，他们也抓于二斗了。你就抓于二斗？咱就回去报告老大。走，回去。哎，胆子！哎，买胆子来！包子，胆子！一、给我起来！你们两个怎么那么笨呢？啊，跑回来干嘛呀？你们倒是跟着他呀！我不得回来请示皮皮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怎么办啊！你就给我在这看着那女的，这女的要是你再看不住，你的娘子去死！能阿福，跟我走。今天呢，咱们只是运气不好，啊，点太背了。这都怪你，手气。怪我吗？这只能说你手臭。老大，我说牙小来着吗？不是，哎，这跟大小没关系，你知道吗？那怎么输了呢？你什么命？我水命。我火命，你克我啊你？我克你什么呀？哦，难怪呀。老大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两个就是军统的人。对，走，跟着他。哎，好。赵九，
给我抓住！啊，好！他娘的，什么人？眼看就抓到周九了，头怎么办？他们人多，撤！去哪人了？他们跑不远，滚！我走！这。特务跑了，咱还追不追？不追了，咱还有正事呢。啊，走！啊，快，走，快，快！哎，咱们下次这样行不行啊？我压大，你压小，咱们总有赢的。真的？当然了，对不对？要不就是你赢，要不就是我赢，对不对？走，反正没有输的，是吧？嘿嘿嘿。就这儿啊，好，回去。哎，别呀，老大。你不是说来了就跟进去吗？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啊！哎呀，傻呀，跟进去干什么？赶紧走！不是你找着了，你回去还得再回来。呼！哎呀，哎，英爷啊，有林姑娘的消息了吗？着急了啊！不告诉你。不是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别问我啊，老子烦着呢。你想怎么了？有情况？我在路上跟严碧球交上火了，差点落在他手里。看来严碧球已经追到这里来了，这里已经不安全，得迅速转移。好，天叔，哎，有没有灵狐消息？没有。老鹰啊，你到外面放哨。好。就是这儿吧？对，没错，这不有三个草垛子吗？对，就是这儿。听听，你说说。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，有话好说。你们到底想说什么？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啊！你们是哪儿来的使啊？谁的使啊？啊！我们是苏州青龙帮貔貅皮大爷的使。对，皮大爷的使。怎么貔貅也来了呢？走开！哦，对对对，你不认识？你们认识？青龙帮的，苏州青龙帮的人。怎么会跑到这里呢？就那姓严的跟踪你们，我们跟踪姓严的，至于怎么到这儿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果真是严碧球，你们为什么要跟严碧球？于二斗，我们龙老板要抓于二斗。对对对，老大要抓于二斗。完了，这龙老板要抓我，都让貔貅跟到这儿来了。他们为什么要抓你？原来有过去。不是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，关你屁事儿！你们跑到这儿来，到底要干什么？
我们要用真灵红换假扎夫顶。不对，我们要用假灵红换真玉二斗。不对，假扎夫顶，扎夫顶是假的。什么真的假的？你们俩想说什么？什么他娘的真的假的？灵红在你们手里。在老大手里。他怎么会在你们手里？这就我们跟踪在路上捡的。这捡的呀。他现在在哪儿？这现在。哎呀，老大呀，我真的不能跟你说呀，我要跟你说了，你就把我俩给灭了。老大等着回话了，你们到底同意不同意啊？你们不会拿我换吧？你们回去告诉貔貅，我同意交换。时间、地点。地点。时间。明天下午5点，城东有一片树林。对，树林呢。好。就这么定了，滚！滚！你们不会真……走开！这下完蛋了。林红在他们手里，一定藏在什么地方。我得想办法逃出去，赶在他们之前干掉林红。合适，真的扎夫顶在我们手里边，拿于二斗换那个林红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于二斗跟我们的任务无关紧要。他跟着我们也没有用处，就让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吧。我求求你们了，不是你千万不能拿我跟他们换的，千万不能换的。我要是让青龙帮的人抓住，我跟你说，我命真的就没了。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求求你们了，这可由不得你了。百丽，让他安静点。对，坐下。由于摸不清对方的底细，为了防范发生不测，明天交换的时候，每个人必须要有两手准备。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林红救回来。什么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呀？你就直说，让我们舍命把那女共党抢回来不就得了？女共党的命再值钱，也比不上兄弟们的命啊。舅舅，我劝你慎重点，别感情用事行吗？青龙帮那边有多少人？他们从苏州跟到九江，估计人数不会太多。人不多就好办。明天到哪儿大家见机行事。嗯。有情况，外面来人了。铁柱、百丽，你们看着于二斗和扎夫顶，大家赶紧撤。好，走。老方，灯灭了，是不是发现咱们了？叫同志们小心点，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小心点，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是，小心点走。好。把扎夫顶和鱼二头扣一起，防止他们逃跑。跟我走。走。老方，他们跑了，怎么办？追。追。追。打他！什么货？赶紧走！百丽，
去田叔那边看着犯人。不行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这是命令，犯人丢了，你我都担待不起。快去。那你要小心呐。田叔，田叔，扎不定和于二宝呢。跑了。跑了。进来。于二斗和扎福林跑了。什么？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。好。罗英，撤。好。他们要跑，追，追，快啊！快！快逃！结果行不行？跑不动也得跑，快，快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不是，又怎么了？哎，谁呀？敲什么敲？打铁铺，你家呀？你想一直带着吗？你们干什么？给我闭嘴！大哥，赶紧打开吧，他脾气不好，一会儿掐死你。谢谢你，但是今天晚上的事儿，你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否则我杀了你全家。谢谢，听话，去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哎呀，大哥，是你啊？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这兔崽子，他把我打晕，他跑了。哎，不是，大哥，不麻烦你，你穿这么少，赶紧回去睡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去吧。啊。哎呦，把正事给忘了。张老板，最近可好啊？跟我走吧。张老板，最近忙些什么呢？是不是向我汇报什么好消息啊？周九一直在林红的身边，我没有下手的机会，现在他又走丢了，我就是去找他的，只要我找到他，我就杀了他。张老板，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，我知道你家里发生了变故，老父亲不在了，
为兄心里也难过，可是你可不要让我难办呢，更不要让你扎家独苗断了根儿。放心好了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好的。我让你压大了，压大不更输吗？我让你压就压，你没长脑子，你才没长脑子，你跟谁说话呢？哎呀！你们俩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多少人等着要送你们去见阎王？知道吧？知道，让你们去送信，你们还敢去喝猫尿？老大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。他们说什么了？就他们同意了。同意什么了？就同意跟咱们换林小姐吧。在哪儿啊？就按您说的，就明天下午5点在城东那树林。对，城东那个树林嘛。啊、对。于二斗。你终于又要回到我的手掌心了啊！对，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务必把那个女的给我看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，都知道。滚！滚！林红肯定被他们藏在这儿了。谁？我？不是，不是我！你别跑！你站住！于二斗，太巧了！皮爷，想死你了！一边去！又来这招是吧？你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本事，比娘们玩的还好呢，是吧？真的，皮爷，我是发自肺腑的想你啊！我呸！你们俩过来啊！咱们发财的机会到了。发什么财？什么财？哎，你傻呀！咱们本来用女共党换回二斗回去交差，能赚一根吧？现在二斗和女共产党都在咱们手上。嗯，咱们用二斗回去跟龙爷交差，能赚一根。嗯，然后把女共党卖给那个姓周的，能赚10根。嗯，加一下多少？加19根啊！不，没用脑子。11根。你说的对，跪下。哎。二斗啊，你还真是我的财神爷啊！皮爷，既然您这么说了，我以后不离您左右，是不是？咱也不回兴隆帮了，我保证你日进斗金，年年发财。好嘞，跪下！你们俩啊，把他带到西头破庙，嗯，然后阿三你负责留下来看着他。明白。阿福，你回来跟我明天一块去交换人，把他给我带走。这再叫你多嘴，爹。
放！不是我说，兄弟们啊，这天也黑了，路不好走，你们把我放下来，我跟着你们走，我也能跟你们说说话，给你们解解闷儿。嘿，于二等，你嘴抹油了是不是？你说我跟我阿福兄弟说话呢，哪他娘的有你的事儿啊？这一路上就你那边低啊，就你抱这个腿，那你看你把我阿福兄弟给累的，这种事儿你也偷奸耍滑的你。我这边是重啊。阿福，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头和脚不一样沉吗？阿福，我跟你这么说啊，要论资历的话，你是不是比阿三进帮派早？啊，对啊，他这么没大没小的，是不是目中无人？哎，你。哎呀！阿三，东，你过来，你来这边。他，于二东挑拨离间你，叫你胡说八道！我叫你胡说八道！我叫你胡说八道！干什么？你想踢死他呀？我，于二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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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话！快快快！哎呀！哎哎哎哎！于二东，你说话呀！你不挺能说的吗？于二东，说呀说呀！行行。哎呀呵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这孙子死了！哎呀，肯定是踢要害了。谁踢要害了？我就踢了三脚，三脚，你三脚都踢头了！你胡说八道！叫他装袋子，你能看清哪是哪儿吗？那没踢头怎么会死啊？这，哎呀，人怎么不动了？老大看见可怎么办呢？你，人呢？人呢？这孙子没死，跑了！这孙子没死，跑了！你还在追？于二龙，于二龙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于二龙，于二龙，于二龙，你别跑了！站住！于二龙，别跑了！二龙，二龙。傻不傻？笑死我了！哎呦，这家伙把我饿的，进城得找点吃的。得找机会去救林姑娘去。刚出炉嘞，好好好，您拿好，刚出炉的热烧饼喽，拦住他，怎么偷人东西你？谁让你偷东西的你？你看像不像华夏那小子？哪个华夏的小子？满世界通缉那小子，满世界通缉啊！你这，还真是他！我有钱了，一定还给他。少废话，走走走，通缉犯，走走。废什么话？走走。我的烧饼啊！走你，快点！进去。林红怎么会在青龙帮这些小混混手里？他林红又不是神，怎么掉臭水沟里不正常吗？咱们现在手里没人，怎么跟他们交换？于二的文扎福鼎平时挺不对付的，这回怎么一起跑了？哪怕给咱们留一个也行啊。就算于二斗在我们手里，我也不可能用于二斗跟他们交换。就是，他林红算什么？我们的任务才是第一的。
林红，我们一定要找到，但绝不是用交换的方式。就凭青龙帮几个小混混，你敢跟我谈交换的条件？也太小看我周九了。我要真的用于二斗去跟他们交换，就太给青龙帮面子了，也给党国丢脸。干脆，咱们抢人。对，抢人，就那几个小混混。 给我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啊！那我们这儿的伙食比国民党军统那边好吧？嗯，他们那儿总是缺衣少粮的。那是，哎，我貔貅是谁呀？我们是青龙帮，我们这儿的待遇肯定比那边好啊！你说你长这么魁梧，干什么不好？ 你非要替青龙帮卖命？我倒是想自立门户，这不一直没有机会吗？你要是想的话，什么时候都有机会。你从现在开始也可以洗心革面。现在不行，我这欠着龙爷一屁股债呢。于二斗那个王八蛋呢？我只要抓住他，我这债就算清了。你说？ 你跟那个国民党军统是什么关系啊？你问这干嘛？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嗯，朋友。那太好了。也是敌人。那你们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呢？都是。他们费那么大劲抓你，那说明你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人呐。 太好了，那你就是军统的要犯，那我拿你换于二斗，那就太对了。我再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说姓周那人怎么样？我就是想问问他说话算不算数。他说什么了？ 谁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是严队长，你干什么来了？跑啊！没想到吧，逃来逃去又逃到我的手心里了。真没想到，你还有这本事？不是，早料到了，那我早晚有一天不得落到严队长手里头吗？您什么人啊？神通广大的，别说我了，就周九他们那帮，我跟您说，早晚都得让你抓住。少说那些没用的。 你老实交代，周九和林红现在在哪儿？他们好像应该还在山里转悠呢。山里啊？哪座山？哪座山呢？那应该是北，不是东边，东边那座山。哼，你小子又想跟我玩花活是吧？不是，我哪敢跟您玩花活呀？这一路上你说让他们压的连踢带踹的，我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刚才我说东边。 哎，就是北，就应该是北边。你呀，你呀，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！是不是？告诉你，这儿的刑具一样都不会少。哎，我说严碧球，这儿也没有外人，咱俩之间用不着这样，是不是？都是玩政治的。<笑>
玩政治，跟我谈政治，跟谁学的？是不是周九？我用得着他们教我吗？他们想知道的，那还得看我愿不愿意教他们呢。何必呢？咱俩谁跟谁，谁不知道谁的底细？把门给我打开。这严队长啊，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还真是炸福鼎啊！那小子不跑了啊？我还真怕咱们抓错了，这回可好。你说吧，是先把他押回苏州啊，还是等抓到林红一块儿押回苏州啊？这个林红啊，一时半会儿抓不着，这个小子放在这儿夜长梦多，别费事了，直接押回苏州，交给何元少尉。先把你押回苏州。不是，刚才完全是误会，我哪是扎福鼎啊，我就是于二斗。扎福鼎也不像我这嬉皮笑脸的，是不是？玩笑。把门打开。你这到底是于二斗队还是扎福鼎队？你给个准信儿啊！怎么办？什么事儿啊？这是。老大，吃橘子。老大，再吃橘子。哎呀，怎么样，甜吧？嗯。不能带女共党去换人。你们想，如果军统是诚心换人，一定带于二斗来。咱们见着于二斗，再把人给他带过去。如果咱们见不到于二斗，那他们也别想见着别人。哎呦，皮爷您高见。哎，不对呀，他们要是来抢人，怎么办？哎，这我还没有想到啊。阿三，可以呀，脑子挺好使啊。我再想会儿。哎，摇着，哎，扇着，扇扇扇扇扇扇，舒服吧？那就接着摇啊，摇啊！这不是画像里那个人吗？走，站住！站住！回头，头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走，带走，走走。站下，快点，快！林博士，进去。我怎么这么疏忽？怎么就跑到了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了？眼下我唯一能活命的希望就是假扮于二斗。多谢局长夸奖啊，我一定让邹副队长把扎福鼎安全地押回苏州。好的，是局长。什么意思啊？让我一个人押着扎福鼎回苏州。哎呀，老弟，哥是这么想的。你看，林红没抓住，现在放弃显然不妥。你一个人押着扎福鼎回去，好跟何元少佐有个交代。我继续抓林红。哦，你还别说，这样也挺好的嘛。报告。说，严队长，我们又抓到一个扎福鼎。又抓？怎么回事？这回抓的这个扎福鼎跟咱们之前抓的那个长得是一模一样，可奇怪的是，他口口声声说他叫于二斗，不是扎福鼎。您二位赶快过去看一看吧。走，带我去瞅瞅。是。
还真是一模一样啊！这长一样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哎，你说你是于二斗啊？嗯，你们抓错了。于二斗能穿这身衣服吗？啊？哎呀，二位老总啊，这身衣服呢，其实是偷来的，我可不敢冒充扎府鼎，那是杀头的罪啊。哦，偷来的，那行，那你解释解释，你为什么不在苏州待着，怎么跑九江来了？哎，这事儿呢，那就说来话长了。二位老总，可否有时间听我慢慢聊？长话短说，紧重要的说。好，是这样，本来呢，我在苏州待得好好的，虽然生活过得拮据一点，但那毕竟是我的家呀。后来呢，我听说有一个叫扎福鼎的被抓了，再后来呢，我听说他跑了，再后来，我听说这家伙长得跟我一模一样，那日本人满城都在抓他，万一日本人也把我当成扎福鼎给抓起来了，我长十张嘴我也说不清楚，所以我就跑了。所以你就来到了九江？还不是，我先去了南京，可南京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，那真是混的才叫惨，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行了，就说你怎么来到九江？你听我说呀，南京不是混不下去了吗？所以我就想去武汉，我的一个亲戚家。可是满兜里这钱只够买到安庆的，那剩下的路只能靠走。走着走着就走到九江了，再走着走着就让你们给抓了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他说的还算合理。那你认为他真是于二斗？长得呢是一模一样，但是我跟扎福鼎打过交道，我觉得前面那个更像，而且本人都承认了。你看，这位老总果然是深明大义啊，知道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。再说人家不都承认了吗？快把我放了吧。待着，开门。开门。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处理？拉出去毙了。毙了？为什么？像这种蚂蚁一样的人活在世上太多了，活着只能给咱们添乱，增加麻烦。太轻率了吧？啊，我认为应该再一步确认。有这必要吗？当然有这必要了。扎福鼎那是要犯，万一弄错了，你跟我担待不起呀。关键是怎么确认呢？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都替你想好了，咱们把何源请过来。何源少佐没在九江？我已经给他打电话了。你要请他过来？对呀，咱们现在只能这么办。你想啊，两个人都在咱们手里，咱们现在真假难辨，你我都担不起这责任，咱们就让何源自己来担。以前你不都这么办吗？啊？哟西，哟西，很好揍，有你妹的陈玉讲，你这就去马到成功，你等着我。我会最快的时间赶到，我们走。是。我要的人呢？我要的人呢？你给我看我要的人，我就给你看你要的人。是是是，是这意思。不过话得反过来说。哎，你打死我！哎，你打死我！反正找不着于二斗，我也得被剁碎喂王八。你打死我，给我个痛快！开枪！林红人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他到底在哪里？我不知。走火了！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别动！我死了吗？我没死。
我没死，我没死。你没死，但离死也不远了。我真不知道林红在哪儿，真的。哥，我跟你说，你冷静点儿。我真不知道林红在哪儿，我就是想从你这儿把驴二斗骗走，回去交差。林红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不信你去我家搜啊。嗯，走，快，赶紧的，开门呢。等等，是这儿吗？是这儿，是这儿。算。啊！蹲下！哦，对呀，对呀。没人，没人呐！你看我没骗你们吧？我要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！我没骗你们，我要是有人，我能不跟你们换吗？我要他没用啊，我又不能娶他，我又得供他吃，又得供他喝，不是我不合算，不合算，不划算呐！好，这次我饶了你，下次你再敢骗我。我一定要你的命！行，行行行行，那是您大人有大量啊！我再也不敢跟你开玩笑了，以后咱们还是兄弟啊！谁才能跟你是兄弟啊？不不，不是兄弟也行，我可丢不起这人。不是兄弟也行，你以后有什么事儿，我貔貅一定全力以赴。这样，我带着兄弟们帮你们找扎太太，找到以后一定马上告诉你们。这就找，这就去，这就去。你找到林红之后。我就把于二斗交给你。那他要是在日本人手里呢？你只需要告诉我他的去处，至于怎么救人，那是我们的事。行，那我们先帮你们把人找到，找到以后，对对对，你们再把于二斗给我。对对对嘛。好，就这么合作。啊啊！你说什么？合作？嗯，对，合作。你帮我，我帮你，这就叫合作。好，那咱就合一把做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们走。你慢点啊。啊呸！耍我是吧？我貔貅那也是当帮主的料，是不是啊？是是是是是。铁叔，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盯着貔貅，说不定林红就在他手上。嗯。